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放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张幼霞二心显露，不再献媚习近平。习近平让中共国犹如盲盒，西方学者抓瞎。三连败，连亲共国也不要，北京糗大了。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今天是九月十号，星期二。我们每天发布六到七个视频。 也会把通知发在副频道的社区，请大家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张幼霞二心显露，不再献媚习近平。就在中共党魁密集接见五十国非洲领导人，持续霸屏之际，九月二日，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专题研讨班在国防大学开班，参加班的包括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 军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人，研讨班持续六天，于九月七日结束。在开班式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作开班动员讲话；而在结业仪式上，排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则做结业讲话。两个人的讲话有何不同呢？人民日报评论员高如之分析。 最大的不同是，张幼霞只字不提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对习少了以往谄媚效忠之语。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努力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等套话。然后再看何卫东，何卫东首先强调的就是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务，要坚决贯彻习,习主席决策部署。 然后指出，要深刻认识习主席亲自决策在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的深远考量，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等，迎合党魁之话等等。比较两个军委副主席在同一个研讨班上的讲话，如果以党魁的眼光看，对自己更忠诚的应该是何卫东、张幼霞连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都不提，与自己显然是二心。那么，为何何卫东公开与张幼霞唱反调？ 中共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自中共三中全会后，包括军方在内的中共高层的异常信号就不断。首先，直到七月二十四日，中共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最高法院等多家机构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并表中心后，仍不见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政治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张幼侠、何卫东等军委委员也不见露面表中心。 北戴河会议期间，谣言漫天飞后，最诡异的是，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期间，张幼霞于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先于习近平在八一大楼与沙利文会晤。的确，如果最高层确实仍如以往大权、军权在握，会有这样诡异的双主席会见的场面出现吗？而且，从张幼霞与沙利文、习近平与沙利文的会晤报道内容中。 也出现了反常，感觉上张幼霞有越俎代庖之嫌。高如芝认为，如今张幼霞又一次公开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且是在党魁霸屏众人皆认为其已回归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反常是否说明中共内部并非如表面上看到的那般如常呢？否则，很多反常是无法解释的。习近平让中共国犹如盲盒，西方学者抓瞎。《华尔街日报》报道。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不断强化对信息的控制，压制曾经公开的研究领域，导致中共国与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受到严密监控。中共国问题学者发现，获取常规信息的渠道变得更加困难，这迫使一些人改变研究方向或重拾毛泽东时代的研究方法。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反中共情绪升温，研究中共国的学者们面临双重压力。 许多人担心与中共国的联系会引发诋毁，同时研究资金也越来越难获得。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共国研究的资助近年来显著减少。一些学者警告，减少对中共国的研究将使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更难与中共国打交道，而中共当局正不断积累对西方的了解。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罗瑞特鲁克斯指出：“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及中国对我们的了解。” 尽管自二零二三年初中共重新开放边境后，一些学者回到了中共国，但他们仍面临各种挑战，包括盘问、拘留风险以及开展实地研究的限制。尤其是年轻学者和博士生，缺乏当地关系网，面临更大的困难。三连败，连亲共国也不要，北京糗大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八月二十九日对塞尔维亚进行了为期两天一夜的国事访问。 与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举行了首脑会谈。武契奇在首脑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正式宣布了购买阵风战斗机的合同。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的 J 十 C 在国际舞台的订单战中屡战屡败，在 J 十 C 和瑞典 JAS 三九鹰狮之间苦苦思索的泰国，八月二十七日也宣布将购买鹰狮。 位于巴尔干半岛内陆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可以说是东欧代表性的亲中共国家，他们一直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去年，武器起访问中国，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五月访问法国后，也回访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也是中国产武器的进口国，最近从中国购买了 H Q 十七 A 一、e、近距离防空系统。 F.K. 三中远程防空导弹等。塞尔维亚表示，这次将用二十七亿欧元（约三十亿美元）这个价格引进十二架法国阵风战斗机，相当于每台价格为二点五亿美元。东欧小国塞尔维亚从前苏联引进的十四架米格二十九是空军的主力机型。如果通过这次合同从二零二八年开始引进十二架阵风，米格二十九将全部退役。 中共此前通过多个渠道试探了向塞尔维亚出售 J 十 C 的意向，还提出了破格的价格，但塞尔维亚的最终选择是阵风战斗机。阵风是法国向印度、埃及、卡塔尔等国出口的主力战斗机，虽然是小型机体，但优点在于武装装载量和机动性都很好，可以发挥空对空、空对地、空对舰等多种作用，投入了空袭利比亚、阿富汗内战。 攻击 IS 等方面的使用，在实战中经过了性能验证的评价。走侵华亲俄路线的塞尔维亚选择阵风而不是 g 1 0 c 政治原因似乎也在发挥作用。塞尔维亚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 （EU），但由于科索沃冲突、国内民主和法治问题等原因，加入程序没有取得进展。有分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欧盟盟主法国的帮助。 塞尔维亚从战略上选择了阵风，走亲中共路线的泰国选择瑞典英式战斗机而不是 J 十 C，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中国和泰国从二零一五年开始每年进行联合空军演习，中国多年前就开始投入 J 十 C 进行演习。在泰国推进引进新战斗机以代替一九八零年代引进的老 F 十六战斗机后，中国开始推销 J 十 C。 在这次订单战中，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 F 十六 V、瑞典的鹰狮、中国的 J 十 C 展开了竞争。泰国选择了 JAS 三九鹰狮战斗机。J 十 C 在去年沙特阿拉伯订单战中，也在法国阵风身上吃了苦头。中国战斗机在世界舞台上受到冷落，有很多原因，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产喷气发动机 WS 的性能和可靠性问题。 虽然功率比以前提高了，但在功率的持续性、燃料效率等方面存在问题。今天副频道的最新视频是：后果不堪设想。这十八个省人口减少的城市已经过半了。兵马俑是活人烧制，镇馆之宝，科学无解。习近平雄心壮志遭当头一棒。阿波罗网报道：陕警延迟四十九天通缉五名重案嫌犯惹疑。 专设官员被灭门。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欢迎您点赞、转发和留言，传播我们这个频道，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通过真实资讯超越同温层，做出最佳选择。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